陈哥，听说报你个名字来滑雪场的是二十八，是不是真的？把是把的，这是二十八。带孩子的父亲一定看管好您的孩子，不要离开您。前面这200多米的雪道，看我20秒给你们画的影子。像我的梦想，长长的滑雪板，圈圈缠缠，透明的翅膀。喜欢滑雪的可以过来啊，报黑河看老杨的粉丝，80瓦的只收你20瓦，我也可以来吗？都可以了，都可以了。但我关注了，他花了28块钱。哦，那我也回去关注一下子。切记。